新人王65公斤及金腰带的第二场半决赛了。B 组第一的赵传林也是我们的种子选手，对阵 A 组第二的孟高峰。红方赵传林在小组循环赛当中拿到了三战全胜。张梦飞、郭文涛、李欣都被他这个打灭了。但是孟高峰是两战一负。对。小组第二。对。对阵小组第一。是啊。赵传林也是这个小组当中这个四个晋级的选手当中唯一一个拿到9分的。但是你发现在此之前也没有很多的拳迷朋友熟悉他。是啊，其实他是一个技术型的选手，就是技术也比较全面，但是都还可以，但是没有亮点，是吧？对，就是没有什么特点，没有什么特色，我觉得。对，而且作为一个搏击运动员来说，其实也挺很苦恼，就是我实力还可以，为什么大家记不住我呢？其实这个孟高峰也是一样。 对，也是一位技术型的选手。是，并没有特别突出的这个亮点的这个动作。突然的启动。好，在刚刚结束的潘家韵和李欣的比赛当中，潘家韵是进入到了决赛当中。那么这两位赵传林和孟高峰，谁能够进入决赛和潘家韵对决，来争夺这条金腰带呢？对，我们看这两位的表现。所以我觉得哈，两位无论谁能够晋级，我觉得都是一种最后的决赛一定是技术和这个拼打型选手的一次较量。对，其实他们两位无论谁能够进入到决赛，在面对潘家韵，其实都是一个极其严峻的考验。是，潘家韵太有特点了，尤其是打这个技术型的选手，最怕遇到的就是这样的潘家韵这样的。是。高扫，接腿踹，没有发力。两个人技术真的很相似啊。对。但在身体的这个条件上面也很相似，都是属于这种高挑型的选手。拳腿的这种来回的较量。防反的这种进攻的节奏都很快。对。但是动作的质量并不是特别高。好，最后的10秒钟。好，这场比赛这个攻防的节奏会很快，因为两个人都打技术的，爆发力都是很强。是，现在这个两边的指导教练都在做进一步的这个战术的安排。指导，对，就通过第一回合的这样的试探之后，对，我们也很期待下一回合怎么。好，第二回合的比赛，就是超级新人王65公斤及金腰带的第二场半决赛，红方赵传林，蓝方孟高峰。反击。这个两个人比拼就是在组合后面谁能够再能够跟上一个动作，也是2次、3次的这样的一个追击。对。互换。两个人的这个风格和技术真的很相似啊，都非常全面啊。甚至两个人互换的动作都很相似啊。是。两个人都在寻找机会。
是啊。换地扫，换前刺，哎，好的，反击了一个护手，好的，又被反击了。拳法的攻防的节奏相当的快，对，尤其是躲对方前刺拳反击。哎，好的，这个这一时段的孟高峰，这个逐渐的把这种优势扩大了。好，红方赵传林头要抬起来一些，又被反击了，漂亮的前摆拳。就这种技术比较全面哈，打什么就有什么，对，就是我拳也行腿也行膝法都可以用得上，但就差一点，就是能给对方更多的这个效果，更多的重击，对，就差这一些。前子拳，好，还有十秒，反击非常漂亮的后肢拳，九十秒，好，第二回合结束，节奏依然很快，节奏很快，两个人真的技术动作很相似啊，就是互换，真的很难看出两个人谁更有优势一些。是，但就是你所讲的，就是怎么样把自己的这个优势扩大，就是在我输出进攻的同时，要找那个重击，对，啊，其实并不是，我们要的是这种效果，这种效率，是，而不是说这种密度，对，密度上去了以后，其实你的效率并不高。嗯，好，第三回合关键的一回合，看看谁能够进入决赛。我相信两位选手应该都会意识到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缺点，一个不足，就是缺少重击。未来在，哎呦，这个正蹲腿其实，因为我们评判的首先要考虑的就是你的对有效的这个击中，就是重击，对，有效果。所以未来两个人在这种弥补上面或者训练上面，还是要加强一些重击的训练。对，嗯，高扫，这个时候两个人体能下降了。哇，原地的飞膝，哎呦，好了，这个原地的这个上勾拳啊，有明显的这个头部的位移。对，啊，真的是你一拳我一拳，你一腿我一腿，对，互不相让。对，那我们就看谁这一腿造成的伤害更大了，更大一些。但是从现在看，真的没有特别大的伤害，最后还是要看一些小分嘛。我觉得这个会给这个裁判留下一个难题。是。哦哟，好。啊，好的，反击有效果了，这个后肢拳。哎呦，对方的勾拳还是连续的勾拳。那两个人真的像照镜子一样，你说你有勾拳，我这边也有。对。啊，你的地扫我也能来。又是正蹬腿，
最后所剩的时间不多了，谁能够杀进决赛？哦，非常漂亮躲闪。好了，最后十秒了，再拼一下。哎呀，哦哟，又被对方的迎击到了。纯技术上面的较量。对，他们两位这个技术还真的是比较全面，很全面，对，拳腿膝都有。对，就是未来还要再加强一些重击。对，就比如说像已经进入到决赛的潘家韵来讲，他有一个杀手锏，是他的转身后蹬，在关键的时候他能够用这一招来取得比赛的胜利。对，所以大家能够记住潘家韵这样风格的选手。对，两个人一路走来，在半决赛当中，我们看似他们不给对手留机会，其实是不想给自己留遗憾。现在呢，两个人是去是留，结果已经在我的手上，我们共同来关注比赛结果。一号裁判28-29，二号裁判29-28，三号裁判28-29，比赛结果蓝方胜。